加巴哈屯湿地安全有关，过多人好色环保，不过生意可能将有土物质流失老多哟。国外最近有一张研究讲，西式宿舍店过点会用的防油包装纸，底部有一种很多全部反化合物的化合物质，过有可能会在话都是会底部黑色老多长期累积太阳神底部，过可能会可能有肝肿瘤，甚至唔会救哦。不过国内嘅宿舍业者今年如果健康人国内用的包装纸，如某一种嘅物质，问大家安心些。台海的食客送餐的好朋友是蔡同学，不过加拿大最近有项研究发现，西式嘅熟食常用包装纸啦，包米仓嘅纸袋嘅防有化合物质，全副烷化合物可能会渗透到食物，对人体造成伤害。国内嘅特务靠医生来提醒老百姓要注意的使用。它累积伤肝脏之后，它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免疫系统产生衰弱，而且容易得到其他疾病。医生讲，全副烷化合物是一种属稳定性高的化合物质，因为有防油防水效果，常用在地毯、衫、纸箱，还有包装纸、无烟包的表面来保护。过去通过实验的证明，一种环境的荷尔蒙长期累积的肝脏，会让起肝脏的肿瘤，甚至降低老鼠受孕的几率。不过，的环保的包装纸渗透到食物的几率有结果，而进一步的研究证明。我们的包装纸哦，每一年都有按照卫生署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哦送检，那结果都是符合卫生署的这个目前的法规的要求。麦当劳的包装纸才不含此物质，我们采用的是 PE 材质，符合台湾以及美国的食品卫生标准。虽然台湾的熟食业者强调包装的材料全部符合卫生的标准，不过表面让起消费者不安。有的熟食业者赵新涛已经开始实施了防油的包装纸、半日半的纸的使用。卫生署也表示会尽量了解看看市场使用的情形，评估未来针对这项物质提出使用的标准。香港新闻综合报道。